七爷，查清楚啦，喺呢个好阿哥同埋眉姨加埋龙督军副官做嘅大龙凤。经过今次之后，我哋银行最少损失两成客户，话唔定会升两成呢？咁乐观？七爷，我建议你开一个记者招待会，将三帮势力点样压迫你呢个女人仔嘅故事讲出嚟。最好加兩行眼淚。我而家使乜加？我而家就直情想喊出嚟啊！咁我都信，我都見過你喊。你幾時見過我喊啊？你唔係唔記得咗啊？我冇喊啊，嗰次。七爺，我諗你後生都好任性啊！明明喊到腳腳聲，都話自己冇喊。第一我冇喊到腳腳聲，第二我係跌咗落水，我屈親只腳，我有啲喊啫。你講咩啊？你講邊次啊？你冇跌落水啊？咁你究竟講邊次啊？我講你俾龍督軍打咗兩邊嗰次啊。咪就係嗰次咯。莫名其妙。十七爺，究竟有啲咩辦法可以幫我化解呢個危機啊？嗱，而家有三帮势力想整得你好惨。第一帮就是以你阿哥为首的商界，第二帮就是斧头帮，第三帮就是龙督军以前的手下那班亡命之徒。我建议你拉拢第一帮，对第二帮打打谈谈，对第三帮就不要留手，联同商界的有钱佬逼警务处长做嘢，一就驱逐他们出上海，一就拉晒他们坐监。總之不可以被三幫勢力遊行在一起，一定要分化他們。少爷，乜你哋仲记得我系四海少爷咩？但系我好似唔好认得你哋系边个啦。可怜虫，窝囊废垃圾。咁我哋可以点样啊？新爷又同个女人讲，斧头帮帮主又同个女人揸翻手，咁我哋可以点样啊？冤有头债有主，到底系边个搞到大家今时今日咁样噶？系嗰个女人啊！你哋知唔知道？而家啲人唔系叫做七爷，叫佢邓七侠。佢为咗沽名钓誉，将啲钱大笔大笔咁样俾嗰啲难民，但系嗰啲钱其实属于你哋噶。报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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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姐，可唔可以睇下嗰边嗰只蝴蝶饰物啊？哦，好啊。呢只红蝴蝶系人工手做，今朝先摆上架噶。老板话系一个著名艺术家设计嘅，净系做咗一只咋。先生，你真系有眼光啊！
搞咩啊？十七爷，七爷，生日快乐！你嘅生日礼物唔似你性格喎，咩嚟噶？打开睇下咪知。你打开嚟睇下。雨水冷洗，情不会淡。猛风再吹而不散，愁云和月之间，也不孤单。你足以倾城的两眼，旧花与草还璀璨。咩声？好似系枪声。咩事？我中枪啊！切！有人中枪啊！叫三宝，快啲叫车！这担心我送你医院。十姐，佢越嚟越冻嘅，我咪就系会死啊！唔使惊，冇事。姐姐，你要救我！冇事，你救我！冇事啊！快啲叫车啊！冇事啦，我帮你到医院。叫车啊！快啲啊！我要帮手啊！黑色月光在北美 TVB 各大平台有得睇啦！想了解更多 TVB 最新节目的最新消息，立即 follow 北美 TVB Anywhere 的官方 IG 和 Facebook 啦！